准备8500钻石刷家族，要消耗多少钻石才能刷到自己满意的家族？大家好，我是庄先生。让竞速大佬看了一下，说我的账号算是比较小顶配竞速账号了，但是家族低了些，建议我去刷一下家族。反正我号里也攒了8500多钻石，那就大方一回，用钻石刷家族。本期挑战目标就是，只要在这8000钻石内能刷到自己还算满意的家族就收手。大家来个互动，你觉得大概需要花费我多少钻石才能停手？ A 1000钻石， B 2000钻石， C 3000钻石， D 4000钻石到8000钻石。欢迎大家盲猜一波，打在弹幕区和评论区，也希望大家帮忙点个赞，三连鼓励一下。我们直接听歌开刷。谁能听出来这个 BGM 是哪个世界，我就真的服你。这个 BGM 听着非常舒服，鼓点动词打词嗨起来，然后刷了有8分钟，还是挺涨的，不过视频稍微加速了一些。
关注评论。